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郑，欢迎收看《正在玩什么》这个节目。那么今天要来介绍什么游戏呢？今天要来介绍一款益智的游戏，叫做《The Boss》。哦，那我们来开始吧。来，那么这个总共呢有240关，那我们从第一关给大家看一下怎么玩哈。来，那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就是你要画线，那画线呢让两颗球碰在一起就过关了哈。这个第一关呢，它有提示哈，你按照它这个提示的线画画看就知道哈。来画，好，来，应该可以哦。过关。好，那我目前过到第144关哈，那这个非常的困难哈。我们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哈。来，长这样，这个中间的这个网子呢是不能画线的哦，这两块都不能画线。那不能画线的话呢，你就要想办法哦，看能不能让这颗蓝色的球去碰这个粉红色的球哦。那么我请我的小女儿来示范一下哈，看这个怎么画来。哎呀，好的。个没有过关哈，这一关太困难了哈，我自己也来试试看哦，来画一下哈，来，啊，好，那没过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哈，那很简单哈，点右上角，右上角这边呢有一个提示哈，你要看影片，那看完影片呢，他就会跟你讲答案哈，那你就知道怎么过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。好，那我们看完影片了哈，这个提示就是长这样哈，长这样有没有？这个虚线要这样画才会过关。那一样哈，请我的小女儿来画画看，来画画看，来。哎呦，会不会过？会不会过？哇，真的过了！哇塞，这太扯了，这正常人怎么想得出来？好，那再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第159关齁，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难齁，因为到处都是网子齁。那你会发现呢，这下面有这个粉红色的光齁，雷射光，这个是不行的齁，这碰到就直接死齁，我们来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来看。会直接死齁。好，那怎样可以把雷射光消除呢？就是按右边的这个按钮齁，要靠球去按齁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到底能不能碰到这颗按钮呢？好，一样，请小女儿先。哇，又碰到了。这样子就不会碰到吗？好的，刚刚测试的结果，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哈。那怎么办呢？我随便乱画一下，也许这样子可以哦，也许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行，要死掉了，不行。哦，我想到了，可能这样子画可以哦。这样可以。我的嘴聋了你。哇，好，你画。你画高跟鞋啊你。你画一个高跟鞋干什么？不行吧。然后我知道要高度量高度，这个高度应该可以。大嘴巴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太粗了。来给你，就跟你讲，我快过了，你不信，给你画。你不要给我偷看答案哦，我还没有要给你偷看答案哦。跟你讲过得了，你不信，你都敢画。有可能欸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，你这个搞不好才是对的哦，我以为你比较聪明，就这样子嘛，然后这样子嘛，然后呢？进去啊！
进去啊。然后这样子。放开啊。这样子。应该可以哦。可以。敲敲板哪里？敲了，敲了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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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会滚过来，滚过来，然后滚下去，就过关了。过关了。耶、yeah, ，过关啦！好的，那今天的游戏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小正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大家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无聊就可以下载来玩哦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安子都没有拜拜。